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！真是醉了，兄弟们，真是醉了呀！ 所有东西都会被揭开，我们打把铁男啊，折磨他。电话号没弄错吗？不可能弄错，我电话号我的倒背如流。以前本来我那个银行卡也是倒背如流的，但是我丢了，钱包整个都丢了。 那你一个刀你也别补，点Q点走呗，点点点 Q， 吃兵，你一级还学个E，那你别想玩了，兄弟。我不可能让你吃到一个兵，如果吃兵了，那就是我不行，啊，点点 Q 点。 点，别吃兵啊！这可吃不了兵。寡妇打野没关系，右边插眼就可以了。寡妇跟铁男都没控制，都没硬控，都躲得掉。除非寡妇交闪现，那是可以的。点，出走。 先吃个药，把自己的血量啊给它加满。告诉魏可以过来了，告诉这大魏啊，点 Q 走，点 Q 过来，点 E 上墙，无所谓，死就死了。塔杀，他碰不到我，我们闪现都不交，直接死。 盾我也不交，屏障的，我交他干啥呀？我塔杀，我有啥好交的呀？吃经验了，那吃就吃吧。我下波还有技能呢。 让你玩铁男，恶心人，崩了还能框一个，我让你框过你就死，我看你敢不敢框我，你打不过我。 来，你就站草丛啊！你千万不要没站草丛，滚点，滚过来再点，滚点，吃个药。 折磨他，点滚，一下碰不着。
再点，点，点滚，点。点，点，点，这一波稍微有点问题啊，这一波。打完回家了，这你都不打，开盾点一点勾引成功。把这波兵收了，收完我们回家，他还交闪了。我的炮车，我再吃个塔皮吧。黑夜会怕。可以，160。还要草丛找我了。那不可能，人家找着，回家了。要出小反甲了吧？没有用，小心点，没有任何用。记住，这个英雄叫做威恩，你出100个反甲都没有用。寡妇应该到六了吧，可能是到六了啊。寡妇六级前不太会过来几趟，去他野区查眼，在这个地方查眼已经没用了，往野区里边走查个眼来。还有意外收获，嗯，交闪可以，好闪。还有意外收获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哎呀，屈服了，小寡妇。他32刀，我们80刀。哎，对，你就一个也别补啊！点，点，滚过来，能点到不？碰不着，哎，我能碰着你，你碰不着我。点，
捡果蝇。可以越塔杀了，其实。哎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哎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。这碗豪是什么东西啊？辅助吗？你先挡一会儿再冲。现在不能冲啊。时刻保持住，也需有眼儿啊，就这个位置。除非寡妇蛤蟆不打了，可是我不用，我就慢慢点。控线，线往出推。小心点。攒够2000多，我们回家出盾弓去。缺中了，那我推了。其实他俩就应该换路，你知道吧？让那卢仙过来打我，铁男去打中单艾克，就会好打很多。他们要不换路，我这压死这铁男，他补了47个刀，一会儿我压他100个刀。卢仙来了，他很可惜，我已经10级了，卢仙。卢仙海妖了，卢仙，卢仙什么意思？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一下滚，两下，三下，点点，叫人卢仙。寡妇怎么回事？不给他打残？就得给他打残啊！走回家，这不回家，这艾克搁我旁边，不需要回家。我们塔下回城，整个寡妇给我偷了。Shut down。出盾弓，再来个攻速，反正我们也没人保，不出盾弓容易死得快，还是出盾弓吧。卢仙出个海妖还行。嗯，回上路，照一下。小龙旁边没有队友，算了。恐惧的阴影。走，回上路，把上路的一塔给他拔了。我们好像已经有点无敌了啊！已经有点无敌了，咱先把这上路给它拆了，拆了去中路支援。好像要打起来了，
点个信号啊，告队友我得上路呢，你们稍微等一会儿。好，我到了。漂亮。咱们把这晚豪给他杀了，这晚豪指定塔下回城，100%找到他，给我上墙，一下两下开个盾。把蛤蟆打了吧，这玩意儿该暴击不暴击，不该暴击瞎暴击。2200，一走，点点点滚，点点闪现，哟，这么疼！不过我的破败出出来了，哎，我看我卖了这个能出出来不？哦，那卖个药瓶吧，不卖多兰剑了。悬赏伏笔了，怎么伏笔了？有啥好伏笔的？那还不让人死了？小心点，谁能保证拿完优势一次不死呢？咋就伏笔了呢？我来了，都过来点点点，开打，寡妇要干啥呀？谁这么放肆？哎呦我卢仙，卢仙刚才你杀我是吧？点点点滚点。铁男居然杀人了，我没想到啊。算了，我也撤了，我不狼了，我溜了，反正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别打吧，跳弹打了，喷射球果。其实我说实话啊，就这个喷射球果，我们给它称作为跳弹，都挺好的了。你听听这名，喷射球果，你听听。点E。就你们想杀我，点点滚，点点盾，点点滚，点点点滚，点点滚，不打了，太追，咋那么能追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怎么就这么能追？就怎么？这里是不是有个人？